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21面，我们从倒数啊第二行看起，从五者这里看起。先将文念一段啊。五者，度身入一镜像观，即四事无碍法界也。为毗卢遮那十身护用，无有障碍也。经云：何以自身作众生身、过土身、业报身、声闻身、缘觉身、菩萨身、如来身、智身、法身、虚空身？如是十身，随举一身，摄于九身，故曰：多身入一镜像观。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一大段。前面我们学到佛的十种无碍，这十无碍就是此地所说的四事无碍啊。那么十无碍，我们学了四种：用舟、相变、即用一起。今天我们看第五，真因无碍。真即遮那真身也，因呢即释迦应身也。这是举例子来说。真身是体，能现能变啊，这是真身。应身是其用啊，通常呢大乘教里面讲的比较简单，把十身呢再归纳为三身啊，化身、报身、应身。真身是化身啊，它起作用啊是报身跟应身。报身有两种作用，一个是自受用，卢舍那、阿弥陀佛都是报身；另外一种啊是他受用，教化报身菩萨啊，佛现报身，教化报身菩萨。用报身菩萨阶级不一样啊，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41个阶级通通是报身啊，所以真身呢，也现报身呢，教化他们。那应身呢？应身是教十法界的众生啊，因为他们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必须要现同类身，就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，这叫应身。
所以释迦是应身，应化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啊，应身太多了，无量无边的，叫千百亿应身。啊，千百亿是形容它的多。啊，那么下面说呢，真身是体，应身是用。啊，应身是法界。啊，真心呢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全体其用。用即是体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啊，要知道全体就是圆满的真身。啊，常寂光其用啊。啊，用是什么呢？用是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。那是其用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地方说得很好，故释迦接纳圆融自在本无二体，这是说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怎么说真妄是一不是二呢？古德举的这个例子举得好，在那个时候人懂啊，我们现在也懂。古人举金跟精气，把黄金呢比喻作真身，比喻作体，把黄金所制造的器皿呢比喻作用。啊，比如说印，啊，印用黄金可以做念珠，可以做项链，可以做首饰。啊，我们如果要是到这个金器行去参观它的产品展览室。我去过一次，印象很深。他展出的样品将近20000件，没有一样是相同的，啊，花样不一样啊，琳琅满目啊。啊，你要看这个，看他的这个每一件器呢，那就是印。啊，就是应身。你看，将近20000多种。要看它的体呢，就一个，全是黄金。除了黄金之外，它没有别的东西。啊，金器。啊，所以金，金在哪里？金就在器上。器在哪里？器就是金。精跟气分不开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才晓得整个宇宙。一切万法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你就搞清楚。什么关系？同一个体验。这个关系多密切，所以一家人还不行。一家人说，
父子兄弟各有各的身体，不是一体，一个血统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，不是一体。佛告诉我们呢，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，叫大讲到世界，想小讲到微尘，一定要认识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就像我们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是一体我们的器官，眼睛耳朵手足是一体，那么再细说呢？我们这一根汗毛，身上一个细胞，把细胞再分析，分析成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每一个粒子是一体，跟我还是一体。不是两个身体，一个身体。什么人认识？什么人知道？整个宇宙是一体呢？明心见性的人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性是一切万法的自体。我们说字体亲切，说本体的学术化了，字体自己呀，不是别人的。如果肯定了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所以法身就现前了。法身是什么？整个宇宙是自己，这叫法身。所以法身有没有生命？没有生命。法身的生命是什么现象呢？像大海里面的水泡。大海风一吹的时候起了浪花了，起了水泡了。水泡很多很多很多。水泡跟大海是不是一体？水泡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一个人了。水泡从哪的？大海是海水生的。水泡破了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身就生与灭了。生灭是水泡灭，海水有没有生灭？没有。所以从你字体上讲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，生灭是水泡啊。我们每一个人身是水泡啊。树木花草是水泡啊。山河大地是水泡啊，芸芸众生，森罗万象全是水泡。这个水泡有生有灭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水也没有生灭，这是真的。真心没有生灭。真身没有生灭。应身有生有灭，应身跟真身一体呀，本无二体就是一体呀，应物分行满世间呢，这是引用华严经上说的，如来真身本无二。应无分行满世间这叫真应无碍。那么释迦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能生万法。这那呢，代表能现万法。体能现，实
能变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读过这三种周边，出生无尽，那是实；周边法界，那是体。我们自己要怎么个用法？第三个就是教给我们的用法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那你就随顺心得了，你用的正，一丝毫偏差都没有。如果你心量小了，起分别执着就错了，啊，你就去制造六道轮回了。下面第六，分缘无碍。分呢是智分，缘呢是全体，好像我们有个身体。智分不碍全身，全身不碍智分。啊，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叫全身，这一只手，这是智分。啊，五个手指，知分里头又有知分。啊，全体不妨碍知分，知分也不妨碍全体。啊，故接纳一一身份，手足眼耳乃至一毛，皆由遮纳全身。哦，这个话不好懂了。嘛，是在举毗卢遮纳。这是讲一体法身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句话要记住啊。那个十方一切佛包括我在内呀，我们通通都有份呐。不但我们所有的人在里面呐，一切万物也在里面，蚊虫蚂蚁在不在？在，也在里面。啊，小到微尘，到毛孔。诸佛刹土啊，虚空世界没有边际啊，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，这叫分缘无碍。所以说到小的，这举例说，乃至一毛，皆由身那全身。啊，毛是毛细孔，毛端都由身那全身。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发现的，叫全息现象。啊，科学的名词。也叫全息理论，我们说现象比理论还要容易懂啊！全息，我们看到这个科学报告，它是取一个照片做比喻，这个照片呢是在特殊状况照下来的，不是普通照片。啊，它是用两道镭射光啊照下了这个人像啊，
半身的一个人像。那么这个照片要看呢，通习车看不出来啊，你看到照片什么也没有啊，但是用镭射光去照它了，这个照片就现形了。哎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只要一束镭射光，不必要两，照的时候要两个镭射光，看的时候一道镭射光就可以了，你就能看到。啊，那么你把这个照片四乘两半，我们四乘两半的时候，这人就看不见，就是撕破了，一边有一半了。你在镭射光底下看的时候，那一半还是一个完整的照片，这个很奇怪啊，两张都是完整的。你再把它再分的撕碎，撕成碎片。啊，撕成100个小碎片，每一个碎片在镭射光之下，它还是完整的。啊，你把它撕成100张的时候呢，就是100张完整照片。近代科学才发现的，《华严经》上3000年前就讲到。全息现象啊，佛说出来了。啊，而且说的比他讲的圆满。一亿身份乃至一毛啊，有毗卢遮那全身啊。毗卢遮那全身是什么？整个宇宙啊，啊，圆圆满满的华藏世界海啊，里面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一丝毫没有欠缺，这个境界在《华严经》最后一篇，啊，八十华严叫入法界品，就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能入啊。法界所入啊，他怎么入法呢？他入毗卢遮那一毛中，入华藏世界一尘中，一微尘里面，那里面有圆满的法界。啊，那个里面有无量诸佛，啊，释迦弥勒，那文殊普贤都在呀，这一毛端里面的，啊，无量无边的世界海也在一毛端里面，诸位要记住。毛端里头有世界，毛端里头有诸佛，毛端里面那个佛身上也有毛端，那个毛端里头又有世界，又有诸佛，重重无尽。这是怎么回事情？佛说了一句话，叫不思议境界。
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自信的，法尔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虽然，如果把这个事实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想想他多安慰呀！啊，一切众生最担心、害怕的是怕死啊！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原来没有死。真的是没有死，再跟你说，你从来也没有生。说你没有死，你能去；说你没有生呢，你就糊涂了。真的是没有生。啊，生灭是怎么回事呢？生灭是微细振动的现象。这种微细的振动，不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发觉。啊，没体会到。佛在经教里告诉我，切地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，都体会不到。我们想想，这个切地在四教里面，藏通别圆是哪个教？一般讲圆教啊，那古德有这个说法，我们也不能相信，不相信。啊，可是仔细去观察。我觉得不是圆教，应当是别教。啊，为什么？圆教已经证得究竟圆满了嘛？啊，初住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得法身。啊，证得法身的人哪有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正的化身就是入华严境界。啊，那别教七地菩萨没正的化身。但是距离正的化身的距离很近了。啊，佛说八地才感受到。七地还做不到啊！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，祖师大德。在四教仪里面跟我说，别教初地等于他断证的功夫，等于圆教初住。那么别教的八地就是圆教的八住。啊，初住菩萨虽然破了无明，进了法身，无明习气很浓，啊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尤其讲的这个，这是全息的这种现象，他有没有见到？他见到，模糊，不清楚啊。
到第八谛才真正看清楚。才真正肯定了这个事实现象啊，自性里面法而如是啊。佛在说法的时候给我们介绍啊，一点不疑惑了，完全肯定了啊，这是我们能够有理由啊相信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全叫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他确实不知道啊。啊，如果说他们能够知道，那跟我们这个状况是一样的，是解悟不是证悟啊。我们读到这个佛经了解了有这个事实现象，自己没证得啊，这个正德是要功夫的啊，那就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，你才能正德啊。放下分别执着不行啊，不够啊，要放下起心动念啊，确确实实像前面所讲的，如来智海无心呐，万法顿现。那你有心，有心就是有波动，心是讲的波动，它就不现。无心呢？无心没有波动。啊，像水呀，它是平的，没有风浪。外面的这个景观呢，会照得清楚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。它照见呐，啊，有波浪就照不见了。啊，无心就是没有念头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。就照见了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照不见了。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，非常微细。弥勒菩萨说得好啊，我们凡夫啊，粗心大意，你怎么会知道念头起灭？啊，念头的微细，念头的快速。八地以前都没有察觉到啊，微细到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说一弹指啊，一弹指多快，一弹指有多少年头呢？32亿8000年啊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用中国的算法是320兆。你看看，一弹指，320兆的念头。跟你讲，你本来不生，也本来不灭，就这，你把这个意思懂得了，你就晓得我自己不生不灭，一切众生也是不生不灭。所有现象也是不生。如果你是真的证入这个境界呢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不是凡夫，你不是声闻缘觉，你是化身如来。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。到现代科学家讲出全息的现象
全息的理论，我们华严讲分缘无碍，他后头引经，华严经上的一句，佛身一切相，悉现无量佛，一切相就是一毛端，每一个毛端里头都现无量佛，这现什么？现正报。那现依报的时候呢，佛身一切相，悉现无量刹，佛刹了。一个佛刹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通常讲呢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刹，佛身一切相，悉现无量刹。从依报上讲嘛，这个悉现无量佛是从正报上讲嘛，一正也不二了。佛身如是，要知道，我们身份上也如是啊。没有两样啊，我们跟佛没有一样，不是有差别的，只是迷悟不一样。佛明了，我们不明了，我们不知道，佛知道。是叫分缘无碍。我们再看第七。第七，因果无碍。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为什么呢？与我们当前的现行修行的关系很大。为佛往昔本身心行菩萨行，修习波罗蜜因而证这那佛果，这个佛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了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行，不是一世修成的。无量世修成的。修什么呢？修菩萨行。菩萨行是什么？我们用最简单一句话说出来，菩萨行就是六度四摄，就这四个字，这叫菩萨行。六度是六个科目啊，我们是佛的弟子，以佛为老师，跟佛学习。真的是假的？
真假不在佛那一边，真假在自己。如果真修六度四摄了，你是真菩萨，你是真的佛弟子啊，集成佛的家业。我们中国人讲家道啊，集成佛的家道。佛的家道是什么？大乘。大乘是什么？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你要怎样能证得？究竟圆满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。佛道是本有的。我们现在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了。我们有六大烦恼，有六种严重的障碍。如果能把它放下，心得就现前。啊，这六大障碍啊，就是六波罗蜜所对治的。啊，第一个大烦恼，悭贪，悭是吝啬。啊，自己有的舍不得别人。啊，第二个是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。现在讲的贪婪啊，贪而无厌啊，这是第一个大病啊。啊，佛教菩萨怎样把这个病除掉？用布施。布施是对治悭贪的。啊，布施到什么时候圆满呢？悭贪烦恼断干净了，布施就圆满了。那什么时候你能够把悭贪放下了，真的没有了？哎呀，恭喜你，你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第二个大障碍是你造业啊，迷惑了就造业。造业就受报嘛，就果报现前嘛，六道的果报现前。所以佛教菩萨持戒，持戒是对付造业的。啊，你看戒里面讲四种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、不妄语。四重戒，这是根本戒啊！那对治我也，啊，忍辱对治嗔恚。精进对治懈怠，禅定对治散乱，般若对治愚痴。菩萨修的这五个科目啊，愚痴破了，
智慧现前的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圆满了。禅定到一心，到一心不乱了，禅定波罗蜜就圆满了。他心不散乱了吗？所以一心不乱是禅定波罗蜜的圆满。嗔恚的心没有了，怨天尤人这个念头完全没有了，忍辱波罗蜜圆满。四识是立身，六度是自立，自心化他了，菩萨心啊。修习波罗蜜音，波罗蜜是梵语，从意思上来说，它就是究竟圆满。布施做到究竟圆满是什么呢？悭贪的心没有了，断掉了，那就叫布施波罗蜜。持戒圆满了，不再造业了。不但是恶业不造了，善业也不造了。那善业利益众生是善业，是的。天天利益众生而不造善业，怎么叫不造善业呢？心里头没有印象啊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这叫波罗蜜。断恶有断恶的相，行善有行善的相，还不叫波罗蜜。那为什么你还着了相？你还有分别有执着，不干不净。那么这种断恶修善的时候，果报在六道。那六道里面的三善道啊，成不了佛了。断恶，恶的念头断了，恶的相没有了；行善，善的念头没有了，善的相不执着了，这人成佛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会修习波罗蜜音。因就是六度，四摄六度，这样你才证毗卢遮那佛果。佛果是什么呢？法身，明心见性，故所受报身，即所成是业。业现十方一切菩萨身云自在无碍啊！为什么？你只记住，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了，你的身说什么呢？感触我这个身体无论哪个地方碰一下都知道啊，哪个地方有痛痒清清楚楚外面的风寒热浪，我们一接触都清楚都明白，那叫身。如果我们的心达到清净平等觉了，整个宇宙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稍稍有一点动静，就跟我们身体一样，全都觉察到了。这就是感了。啊，外面一点动静呢，感我们身体就有应，立刻就知道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跟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个关系多么密切啊！你不能说佛没有感应。啊，我们再愚痴，愚痴到极处，人就变成石头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要科学家知道，啊，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其实一个体，一个体是分子。为什么有这三种现象呢？它振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高的就变成气体，次一等的就变成液体，啊，再其次的就振动很慢的呢，就变成固体。科学家用水做比喻，啊，水你看看，水蒸气。啊，它在这个高温之下的时候，它变成水蒸，变成气体，那什么？那它的分子振动非常快，变成气体。啊，振动的很慢的时候，就变成水了。啊，再慢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冰了。啊，整个宇宙啊，这个三种现象啊，通通都是分子振动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晓得整个宇宙是什么？是我们心念的振动。弥勒菩萨告诉我，振动的速度多快？一弹指，320兆的念头，这一弹指320兆，你说这振动多快？它超出气体了。气体我们还能看见，这看不见了，太快了，看不见了。啊，所以弥勒菩萨讲得很好。啊，他说，这个念，振动念头，跟识，啊，识跟那是同一个速度发生，见闻觉知。微细了，我们一般人根本就觉察不到啊，觉察都没有办法，你还怎么能控制它？你怎么能占有它？这话说什么？说我们身体，跟我们身外之物真相如是啊！我们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错了，完全错了。这叫报身跟四业啊，也现十方一切菩萨身愿自在无碍。下面引华严经说啊，华严经有四句偈，经云：佛以本愿现神通，一切十方无不照。如佛往昔修智心，光明往中皆演说。可惜我们是凡夫，没有法子觉察了。啊，菩萨觉悟，不觉悟，他不会修菩萨行。
觉悟之后，生生世世修菩萨行，修波罗蜜因。啊，修因当然就会证果，所以证得法身。啊，法身起作用，因果就不爱了。就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啊，佛以本愿现神通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这个现神通就是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啊，众生有感。感应经上讲了有四种，显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明感显应，明感明应。啊，显是很明显，我们能觉察得到的；明是暗暗之中，我们觉察不到，没有不感应。而且感应的从早到晚了，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啊，直视我们众生，心浮气躁啊，业障深重啊，没有觉察到。啊，如何才能觉察呢？我们的业障消了，消一分，你就能感到一分；消十分呢，你就能感到十分。与这个成正比例，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这个四句偈是事实啊，我们真体会，我们才会感佛佛恩呐。啊，知道佛恩，才能报佛恩。啊，世间上所有一切恩德，没有比佛的恩德大。佛的恩德是出自于自信，啊，那么佛现神通，佛光普照，啊，这里面加持一切众生的功德，如佛往昔修之行。佛往昔所修行都加持给众生了。啊，最明显的加持就是他讲的这些经典，把他生生世世修因正果这些四项所依方法啊，以及他依据的这些理论都在这里给我们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这就叫加持。你有没有得到加持呢？那就是看你有没有看懂、看明白，有没有听懂。听懂了，看明白了，自己觉悟，自己也如法修行了，你就得利益了，你就真的佛加持到了啊！佛是天天加持，从来没间断。怎么样呢？
没看出来，也没听懂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还是妄想当家，还是起惑造业，还在搞六道轮回，辜负了诸佛如来，真的辜负了。不是他不照顾，照顾从来没间断过。我们如何来感受呢？清净平等觉就感受到了。我们要清净心现前，必须要远离染着。什么东西染污我们？贪嗔痴慢染着我们，五欲六尘染着我们，是非人我自私自利染着我们，这个东西要放下，这是假的。我们不能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觉悟的。现在我们变成了迷信人，不能不知道这个原因。知道之后，这叫解悟。要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认真努力把这些障碍排除掉，排除障碍任何人帮不上忙，诸佛菩萨统统来帮你都没办法，必须要你自己肯放下了。放下就是你真肯放下。为什么你坚固支持而不肯放下？你知道的不够彻底。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跟我谈过这个问题，佛法知难行易呀。而不是知易行难呐、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搞错了啊！佛法知难行易，行太容易，放下就是。不肯放下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搞清楚真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搞清楚之后啊，不要人家劝，自己放下了。光明王中戒宣书。光明。就是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。王是比喻，疏而不漏啊！佛光普照大千，普照一切众生啊！这是因果。这个因果我们在此地看到正道究竟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论上讲的妄境还原，真正还原之后
因果起用没有障碍。再看下面第八，一真无碍。一是依报，即佛所依之故土。正为正报呢，即佛能依之色身。啊，这里讲得好。啊，我讲的依正总是特别提示。啊，千万不要误会。哦，依报啊，国土没问题。正报啊，是有情众生，这里头有误会。为什么呢？一切动物都是有情众生。正报怎么讲呢？对他自己来讲是正报，对别人来讲是依报。啊，所以我讲正报，正报是我自己身体是正报。我身体之外，所有一切的人都是我的依报。依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环境里都有人事环境。是依报啊，有物质环境，有自然环境，啊，自然环境是虚空法界，物质环境是我们的地球，啊，我们的太阳系、银河系。那银河系之外呢，应该是自然环境，距离我们远了。正报呢，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正报是自身呐、啊。这你讲得好啊！啊，你看佛所能依的色身的正报啊，一真相如啊，二界无碍，这个不好懂。依报里面有我们，这个好的啊，依报什么大环境？我们这个身体没离开这个环境的，这个好懂啊。哎，正报里头有依报，这个不好懂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诸位细心体会。如果我这个身体头跟外面环境也是不相干，我起心动念呢，这依报怎么会有影响呢？大乘经上常讲，依报随着正报转，我的正报要不能融入依报，怎么能转它境界？啊，凡夫只知道环境能影响我，凡夫知道。去讲求风水，那就环境影响我。不知道啊，我能够影响环境。佛在经上讲得好，境随心转，又常常跟我们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里怎么想，一切法跟着我们的想
才产生变化。这叫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啊，一直到江本博士的水师印，才把了佛所讲的叫证明了一小部分。这一小部分虽然很少啊，但是很可贵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真的相信，我们的念头啊，确确实实，境界能接受。我们有个善念，境界反应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佛法只讲个依报环境，我们科学把它分得细啊，物质环境里面分为什么呢？分为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自然现象，分了四个。啊，动物、植物还都算是有情的，生物啊，啊，矿物呢，一般认为这是没有情的，没有知觉的了。啊，可是佛告诉我们，矿物连自然现象都有觉知，佛法讲的见闻觉知都有。啊，水是矿物，实验出来了，有见闻觉知。啊，我们读这个经，明白了。我们一叶毛孔啊，有世界。一叶毛孔里面呢，有无量无边诸佛，他怎么会没有见闻觉知？啊，《华严经》告诉我，每一个毛端，每一粒微尘，都有变法界、虚空界圆满的信息。啊，讲信息，现在科学家也说了，宇宙之间只有三种东西。这科学家讲啊，第一个物质，第二个讲能量，第三个讲信息，啊，通通都是这三个东西啊构成的。这说法说得很好，一粒微尘里面，一粒微尘有物质啊，微尘是物质现象，这物质现象上它有能量，它有信息。实际上他讲的信息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实啊，你看弥勒菩萨讲念念成形，那个念是什么？那个念就是能量啊，念念成形就变成了物质，形界有实，实就是信息。佛法讲的早啊，这三千年前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的啊，我们也相当佩服科学家，的确很聪明啊，他发现了啊，发现都出不了大乘经之外啊，啊，他们所发现的大乘经全有啊，比他讲的更妙啊。
啊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这科学家没发现。啊，只发现呢，整个宇宙构成的是这三样东西。啊，那么佛法的顺序是先有念。啊，这个物质跟精神现象是同时发生。啊，佛经里面的说有的时候，两样都有。弥勒菩萨讲的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啊，那物质在先，实在后。可是讲阿赖耶呢？阿赖耶是实讲在先，信息在先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。啊，莫那转分就是信息。啊，相分就是物质。啊，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信息。啊，业相是能量。啊，太快了，分不出先后了。这三个可以说同时发生。啊，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个现象，肯定这个现象，就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生，也从来没有灭。就是能大师所见到的，何其自性本无生命。自性所现的一切现象，当然没有生命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如果有生灭的话，跟自性就相违背了。啊，体没有生灭，现象哪有生灭？体是真的，相是假的。啊，体是永恒不灭。啊，相虽有生灭，生灭不可断了。如何才能够证得呢？佛说得很好，清净平等觉就证得。所以我们努力恢复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啊，恢复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，就证得。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啊。啊，科学家是用许多仪器，我不需要用。啊，一真相如，这是真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山河大地都知道。因此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自己自性里头那个能量很大，不可思议啊！如果修清净心，起心动念纯净纯善，我们就能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只有美好，只有和睦和平，没有任何灾难的。啊，这个世间所有灾难从哪来的？从我的念头不善，心行不善所干的。啊，要相信经
这个心能转静，静也能转心，毕竟心是主。为什么？心生法了，不是法生心的，是心生法了。心生这种种法生，这个心就是八识啊，八心王啊，不是一心所啊。所以义中有正，正中有义，义正无碍。经云：或作日月有虚空，或作河池全景水。这是说佛与菩萨，他能够现身为日月，在太空旅游啊，也能够实现做河池里面的水，自在无碍啊。这个十种无碍愈说愈深，全说的是自己，毗卢遮那是自己，自己的法身，罗舍那是自己的智慧身，释迦是自己的应身，不是说别人的。释迦牟尼意思好啊，释迦是什么意思？仁慈，对待别人要仁慈。摩尼的意思是清净，对自己要清净，记住，对自己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对别人是大慈大悲，这就是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一个样子，做一个模范。我们学释迦怎么学法呢？就是学仁慈待人，亲近对己，你就是释迦啊，这叫真学佛。第九啊，潜如母爱，为佛智潜入众生内心。其实这个潜入两个字很有味道，我们自信有为佛智有，为什么呢？佛智是我们的自信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佛智本来就在众生心内，叫如来藏，如来就是佛智啊，藏是藏在里面呢，藏是藏的意思啊，如来就藏在这里面，叫如来藏啊，迷的时候叫阿赖耶，觉悟的时候叫如来藏，阿赖耶就是如来藏。
虽作众生不舍自心，如大海水因风尘波而不舍摄性，佛也如是。所以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他也用一个肉身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除释迦牟尼佛之外，在历朝历代应化在世间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只要他有个身，我们就叫他做如来藏。中国祖师里头，我们华严宗的杜顺和尚、云华和尚、贤首过世、清凉过世、宗密这些人，只要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们的阿赖耶就变成如来藏了，是觉悟了吗？在我们凡夫没有觉悟呢，那我们的如来藏就叫做阿赖耶。名称不一样，事实是相同的，迷悟不一样。所以他虽作众生，不舍自心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3000年前，八相成道啊，他也投胎啊，他也出生了，也从小慢慢长大了，可是他不是自信，不是不迷失，永远是觉悟的，在母亲胎胞里头也是觉悟的。诸位想想，一汗毛尖端，那个里头有大千世界，有无量诸佛如来，释迦牟尼佛在他母亲子宫里面干什么？在那里面开大法会呀，在那里面讲经说法了，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都在听经啊。我们现在明白，一毛端里头都是这样的，那子宫多大的还得了啊？这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佛菩萨常转法轮，每一天休息的，法而如是啊！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凡夫迷失了自信，就叫阿赖耶。阿赖耶坐胎的时候啊，佛在经上讲啊，那是胎狱啊，那很苦啊。那母亲喝一杯凉水，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。吃一点热的，吃一点辣椒，那就像八热地狱。你说那迷惑啊？那佛菩萨应化来不迷惑？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才看到真相。比喻得很好。我在前面是比喻大海水阴风尘泡，我讲起了水泡，他只讲了波，
不是实心。啊，水心是实的，波也是实的。啊，讲性并没有丧失，形变了。水是平的，波是动的。啊，佛也说是。啊，现身，他有那个身体，跟我们在一起。他不是自性，我们是迷摄自性，他不是自性，差别在此地啊。那么他的一生表演给我们看，是叫八相成道啊。那么我们要想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要学他啊。什么叫真正的幸福美满呢？是在这一生把所学的功课都学完了。学的什么功课？前面说过，行菩萨行的那功课啊，不是修圆满。这六度是心得，对治的是什么？是六种严重的迷惑。啊，贪婪没有了，不但贪婪没有，极小的那个贪的念头都不生。这一门功课学完了，不但不造恶业了，啊，一丝毫的恶念都不起了，那你这门功课也毕业了，啊，持戒波罗蜜圆满了，没有怨恨心。不但没有成慧，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没有一丝毫怨恨，忍辱波罗蜜圆满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通通断尽，这叫真正的幸福美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你过的是什么生活？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的生活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。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统统断尽了，啊，你的六度四摄法圆满了。人间天上没有能够跟你相比的。我们再看下面，随众生所感，万类殊行而不是自性。啊，这是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
经云：如应观佛一毛孔，一切众生悉在中，是情如母爱。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在哪里？每一个毛孔里都去住。我们身上多少毛孔？再给你说得清楚。每一个细胞都去住。细胞要再分析，就分成分子。分子再分析，就分成原子，再分成电子，再分成粒子。分到最小的，现在抽夸克。每一粒夸克都是一切众生悉在中。我们起心动念要是瞒着人，没人知道，这是笑话了，这是自欺欺人呐！我们起心动念是鬼神知道，鬼神知道的有限，诸佛菩萨是圆满的知道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条，圆通无碍。为佛融大法界而为其身。大法界是什么？华严经一开头，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。这两大段的经文呢，讲大法界大法界，大法界就是如来身呢，就是自己的身呢，这叫法身所以整个宇宙是自己，自己是全宇宙全宇宙是自己。离无不惧，似无不舍。离具足，慧能大师讲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似无不舍呢？是他幕后说的一句话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就这两句经文故一读一证，人法因果彼此无碍所以清凉大师做华严经疏钞，解释华严经，讲华严经上四无碍，四种。第一种呢，理无碍；第二种呢，事无碍；第三种啊，理事无碍；第四种，事事无碍。我们这次学的这个十种，这个十种完全是事事无碍。经云：一生为无量无量复为一，了知住世间现行变一切，是为圆通无碍。这话是真话。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
我们从思想说，一切是整个宇宙，万事万法，一是什么？一是自己。啊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样。我的一生向外看的时候呢，啊，向外看着，那整个世界就是这样。啊，一生为无量，无量复归一。一界无量，无量界一，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圆融无碍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佛为我们说出来。如果不为我们说出来，我们不知道。说出来了，我们先明白了，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习有几十年了，现在看到这个经文，听到这个讲法，不怀疑，能接受啊，能生欢喜心了，怎样正如这是我们当前的课题。正如的方法就是放下。啊，总的来说，不要说这些细项。总的来说，放下执着，见思烦恼，放下分别。尘沙烦恼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无明烦恼，你就真得了。啊，上面讲的十种无碍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现在虽然从经典里面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在实际生活上用不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你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不得其用啊。虽不得其用，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个信息，这是稀有难逢。啊，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听到这个信息？你想想，现在这个世界67亿人口，几个人在一生当中得到这个信息？这叫佛法，这叫正法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用人间话来讲，苦口婆心啊，来教导我。啊，再看历代祖师，世代的相传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呐、啊，不是说利己，利生呐、啊。啊，做真佛的传人。真佛的弟子，
这个缘分多么稀有，多么难逢啊！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啊，可是现在众生福薄啊，也许众位众生的同修们听到我这个话不以为然，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比古人好，怎么说我们没有福报啊？这个没有佛是闻不到佛法啊，真正的佛法闻不到啊！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，就讲这个道理。得人生闻佛法，那才叫真正有福报。得人生没有闻佛法，那个福报是很平常的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嘛。你这一生想再大的福报，来生还是搞轮回，不究竟的。闻到佛法的最低限度，你来生要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有福。不但永远脱离六道了，脱离十法界了，这才叫大福德之人。还有人能比这佛报更大吗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一生成佛，不可思议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古时候真有佛法，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，把护法的工作托付给过往大臣啊，他们能护持啊。现在变成民主了，没有过往了，只有总统了。总统是民选的，任期很短，他不懂佛法了。对佛法的时候他从来没听说过啊。所以对佛法不关心了。于是佛门的问题出现了。我们看看现在的佛法。你从全世界去看，道场不少。哪一个道场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，每一天讲经教学而不中断？这一点诸位要记住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一生49年，就是教书。开口你把它记下来都是经典，不开口你看它的威仪行住坐卧，一举一动那是身教啊，那记录下来那叫戒律，叫威仪他的教学日夜不间断。
看到这伟大的教师啊，在世间找不到第二个人了，不能不佩服啊，不能不感恩啊！啊，你没有看出来，你怎么会学呢？你看出来之后，你就会向他学习。啊，他做了个好样子给我看。啊，所以今天佛法社会后期没人了，啊，对众生福报问题，啊，没人说实在话，没人护持，啊，现在不能靠国王大臣了，国王大臣没有了。现在要靠什么？长者居士真正发大心啊！诸位知道啊，啊，我在早年修学的时候，学习讲经的时候，韩英馆长护持30年了，没有这30年呢，我就不存在了。那个时候就有两条路，一个还俗，一个就是赶进餐去了。那跟一般出家人一样，那他们欢喜。那如果你是讲经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欢喜，不但不欢喜，讨厌。啊，这是现代的现象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可是一个人护持一个法师，成就一个法师，是大功德，无与伦比的功德，很少人认识，很少人能坚持，把他培养成人呐。啊，所以我感激老师，老师指我的路，啊，指示我的方向，啊，要不然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迷失了正道，就走上邪道去了。啊，感激护法，不是30年的照顾。我们在正法里头不能生存啊，啊，所以今天的成就，我常常讲，不是我的成就，啊，是我的老师护法他们的成就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亲身走过来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晚年，我化心护法了啊。那么现在想来想去呢，哎，澳洲这个环境不错啊，澳洲图文巴这个城市佛教比我们一家，一家就是没有嫉妒障碍，这最重要啊，那就是我们一家了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延续经教啊，那么我希望我们净宗学院，无论是常住或者临时在那边学习，至少每个人都会讲一部经啊，都知道怎么个修行方法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一生当中成就啊，清净平等正觉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叫大圆满。
在今天世界上灾难很多，我们是真正佛弟子，不能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那就是时时刻刻要为国家、民族、人类，特别是造作恶业的，为他们回向，为他们祈福，化解冲突，化解灾凶，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